这是茶余县的英雄纪念碑，这里有447个当年参加反击战的烈士。上次第一次来呢，印象不是特别了解，回去之后呢，就看了这个关于这个茶余纪念碑的故事，这次又受人所托，无论如何都过来看看。现在车不能开上来了，哇，要爬，哇，好像有100多米的楼梯啊，把我累死了。无论如何都要来看一看。这里有黑熊啊，看看有没有，找一找啊。还有黑麝，哇，在森林里边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。现在停在这里呢，是因为我们的人跑去考察了。我们现在两台车，然后这里有个小溪，他们进去做科研项目啊，听说啊，哇，一直走进去了。大家等会吧。